哈哈哈哈，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肉姐的美食频道。今天吃这个汉堡，这个是鸡排啊，蛋饭。一开始说的是蛋包饭，结果拿过来我发现它这个蛋根本就没有包到这个饭里边。而且我发现一个事儿啊，不管是某 K 某 M 某德，就所有的那个汉堡，就图片照的都特别大，就好像这个面包都要盖不上一样。结果拿回来都这么点，基本两口一个。行啊，整吧，关键我是没时间做。两杯饮料，把这个土豆扣这里吧。不是说那个土豆牛肉饭吗？没有啊！我的天哪！先造这个汉堡吧，哈哈，两口一个啊。该咋是咋的，味儿还行，好吃。妈，吃这玩意儿太豪放了。我还说两口一个呢，我高估自己了，哼。可乐太过瘾了，来口饭。不是蛋包饭的饭，没有牛肉的咖喱牛肉土豆。鸡排，难道是鸡排咖喱土豆饭？我看错了。对，没错。
把这个造它，我挺喜欢这个形状。嗯，真好吃。我就吃啥记名费劲，记不住叫啥名。哇，太爽了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